我们要不要定一下规则？要不就不接吻。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好吗？不会。打完之后不可以抱抱。你真的不爱上我？哎，剧中有一些床友规则，那你自己过去有没有一些什么交友的一些漂亮？所以第一题就这样。交友规则，对对对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尊重，有礼貌。会先询问过对方。这是必然的吧？哎，可以不问的吗？什么叫不问？不问就是犯法吧？不是啊，他的问题是交朋友，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要问一下，对，交朋友可以，会都会问，都会问。对，不认识，就是慢慢的吧，从读本跟亲密戏排练开始，才慢慢越拍越熟。嗯。就互相有礼貌、尊重对方。嗯，会有尴尬的时候吗？我还好，因为可能对我来说，这我很像老前辈的感觉。你现在已经是老前辈了。对啊，是。我也13年的出道，所以在我就是我妹妹，不是，我是看你们长大的。对，都紧张，还是因为紧张，不是衣服的。三都有吧，你紧张也会起红疹。那拍戏的时候有起红疹吗？有看过吗？你是紧张变这样？不知道，不是衣服吧？是真的吗？或是有可能这个有点扎？哦，但是你紧张也会啊？也会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拍戏的时候有看到他起红疹？没有，他很自在。柯震东拍同戏也很自在吗？我蛮自在的。嗯。对啊。就是尊重，所以要先要开场戏前要先讲开场吧，先讲我要碰你喽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大家都是演员嘛，但现场知道又不是突然乱来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摸手什么的都不用。啊？因为剧里面有摸。有吗？有。我摸谁？啊！那第三个胸部有了。哦，我忘了，但都是有都有排过塞好的动作了。那你这次角色也没有挣扎过吗？没有，我还好吧。我还是有吃饭。Sorry。都对我来说不是很大，对啊，什么金钱呢，还是什么那些年都脱光过，就还好。他真的不是真的在从事那个行为，所以他就是要自己在这边像是瞎子一样。对，其实蛮累的。跟你是真的那个震动的频率，还是你自己的动作，还是有后置？没有后置吧？应该不会花钱。后置修，不加速度的那种。谢谢。好突如其来的称赞。